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无意思，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是：长江望落雨，乞食望土豆。长江望落雨，乞食望土豆。台湾有一句俗语讲：长江望落雨，乞食望土豆。在古早时代，你若做人诶长工，财富就无像即卖诶工人安尼。现代人工资真悬，休闲休困，长工是无分年日，无分假日。只要若有日头，就拢爱去做事，而且是长期诶，一年四季365天，真少有休困诶。但是若拄到落雨天，无法度落田去做事，只好休困啊。所以长工若看到落雨天，心内就特别欢喜。啊，但乞食，乞食每一工的三顿拢无一定，运气若较好嘞，就分一只；若分无，就可能就爱食较多。只有一个普渡八百的时阵。才会当好好啊来无饱食，所以每一个人因为伊个处境无同，环境无同，希望当然就无同款。长江望落雨，乞食望土豆，一只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笑话。伫土豆的时阵，有四个乞食分到一碗足青头的好菜。大家欢喜甲，就赶紧找一个所在，要同齐食一碗好料理。啊，是要安怎分呢？大家各在各去，拢是分袂平。其中一个出头的就讲：“等下，等下，咱大家吼，毋免小心。这碗菜吼，爱我食。其他的人讲，凉菜。”因为我无法无天，无法无天。有一个听名就讲，唔对唔对，爱予我食才对，因为我目中无人，目中无人。另外一个摆开就大声发疯，爱予我食才对，因为我举足轻重，举足轻重。即三个人伫咧烧菜时阵，一碗菜煞叫一个猫仔面、马脸的食了了。三人发现猫仔面的夹菜偷食去啊，伤心个失失望，就讲骂讲，你哪只家己自家食了了？猫仔面就讲，因为我早就不要脸了啦。不要脸是啥物？不要脸的。袂见食，咱今仔日的俗语就分享到这，感谢大家。